家看了几十秒了，是不是一个很棒的茶座？原始森林一样啊！对啊，点的是超级浪漫。超级浪漫，偷听到了，很棒哦，这个地方，很棒。我在介绍给香港的朋友啊，现在在介绍给香港的朋友，让他们来这里玩，来这里跟你们一样来这里享受一下下午茶。哎呀，真的很棒！看着这些像原始森林一样哦，两个女人也可以很浪漫啊。这是女人才好，还是讲一些私密话啊？对对，是是。不怕说有男同事或什么？不方便，反而不方便是吧？是是是，好，现在你慢慢来，慢慢好，慢慢享受，慢慢享受。多棒多棒棒的地方，这里是哪里啊？待会再跟你们介绍，先让大家看看这里的环境、装修、灯饰，然后慢慢再跟你装介绍。这里有这个老板画的画，这里是老板画的，老板画的画啊、现代画油画，现代油画。很有味道的油画，很有味道。这里有其他画家画的人体画，请问这个人体画是谁画的？是另外一个画。对，另外一个画家是你的朋友。他们的朋友。你的朋友。他们的结拜。嗯，结拜朋友。哇，台湾很多结拜兄弟的，喜欢这。这位是老板吗？这是老板。对啊。当初他创办这边，对，是因为他自己玩陶艺。对，他很喜欢，要帮他本来做工作室的。对了，本来做工作室这么大。现在工作室在那边了、啊。这么大的工作室啊！现在工作室在那边做。哦，在和在。那么。挪走了一个瓷。啊，看看这位老板他做的陶瓷，哇！对呀、啊，所以我多棒多棒多棒！哇，犀牛啊！陶瓷犀牛你见过没有？哇，好凶猛啊！很浅，很浅。长颈鹿，哇！茶杯。左眼，所以我后来陶瓷茶杯。月光。带了传统的乐，然后再开始做制服，陶酿小屋。哇，像古董一样，古色古香。哇，还有熊啊！太阳之子，捐赠，捐赠，他们都捐钱。哇，这个像好瘦哎，像有这么瘦的像的吗？好像像都很胖的，你为什么把它做得比较瘦呢？对，这也很胖，很胖啦，胖看上去你拍到小的就胖了，你拍到小的就小了，因为它的营养都给小的吃去，它像妈妈就比较疼爱。这个是它这个是系列的母鱼子系列的，母鱼子整个系列，它是让你知道母爱的精神哦，你有爱的那个，每一只都配小孩子那个，哎，这是家族系列哦，全部都是有，对哦，都是一家人哦，对，他是发扬这种动物的啊、你就是要表现母爱，对，动物界里面都也有这个母爱，对，灵魂自己，所以我说他瘦的跟他都被他吃的影响了。爸爸妈妈
这是你什么时候制作的这些陶器啊？是你的什么年纪什么年纪制作的？我从年轻就做了。对，但是这些是你不同年龄段都有吗？哦，没有，这个都差不多4-5年前做的。4-5年前啊？可是我今年都应该有。有。我比较，我放美术馆那边比较多。对，这边只是一部分而已。但是你这视力各方面都做这些都完全没问题，这么细的东西，你有些花纹很细啊，你说像这个花纹这么细，这个没有老花眼没有什么吗？那没有。哇，这么棒！哎呀，好厉害！这是茶列，茶系列，茶系列，对，这是一些。这是有花纹，这些花纹你是后期做起来马上加上去，还没有烧就要加上去了。你选择的颜色都是很古雅的，很古雅。这个很古朴。古朴啊，对啊，都很古朴，啊，很素雅。素雅。就是古朴素雅，所以叫古雅。它没有放其他颜色，它就是柴烧，是原来的颜色。它烧好就直接就这样子，就变成这个颜色了。对，哦，烧好就变成。那是它那个原材料的问题，还是这工艺是原材料就是这样，不需要再添加颜色？烧制的问题，那个烧出来的结果有的是比较偏好。嗯。这比较偏红的是，对，是茶壶的做法。茶壶的做法，嗯，茶壶的做法，茶壶的做法的颜色。那你摆在一起，然后它就变成那个结局。嗯，像这个呢，它就比较看起来像，铸铁做的，有点像铜一样。为什么呢？怎么会做得出这种在原始这是原始颜色？温度不同，温度不同，所以的话呢，控制温度很重要。对哦，就你要做出不同的颜色的话呢，主要是在温度上，温度也不同。哦，你在窑里边放的位置不同。哦，那 kiln 里面上面位置比较高，温度比较高。比较低的位置温度比较低，因为温度是往上冲的。好。越冷的地方它就越冷的天气就越低越冷。是。啊，到温度呢是往上面飙的。是。上一层是比较高温，高温。然后台湾这边做陶瓷的工艺的师傅是不是很多？很多，很多。一般都是做嗯，做茶具的。茶具的，啊，做人体雕塑的了，动物雕塑的，嗯，这些就比较少了。像你做到这样的程度的人呢？跟你做到这样的程度，这么美。这么美，这么有艺术感，这么档次这么高，能到做到你这样的程度的人多不多？在台湾？台湾有了，每一个都有每一个的特色，不一样。哦，玩陶瓷跟玩画画一样，最主要它的个人风格。对，我看你画的那个也是实物油画。对，有点现代派那种感觉。那个算后印象派。印象派对，后印象派对，后印象派。这你以前是有读过这个画画，或者说那个啊，有了，是在台湾的什么一些？我在很多个地方都有学，在台湾，在外国，在西班牙，在法国，在美国都有学。哦。那你是从年轻的时候你就开始搞这方面的咯？哦，那你真搞这个工作几十年咯，几十年了，三十几年。那开始画画呢？学画画是几岁开始？二十几岁才开始啊？二十几年了。哦，二十几年画画哦，将近三十，二十几年将近三十年。那你也是年轻，我最早是做雕塑。最开始做雕塑，后来才改画，因为画画、写书法，还有做雕塑，差不多同一个根源。嗯，
你书法是写毛笔字吗？有啊有。写毛笔字，哪些是你的写的毛笔字？你这里有吗？这里有，放在另外工作室。另外工作室，就是你这里还有另外有工作室。啊，有啊。你这里有一个，樱木花道内湾咖啡。嗯。这个是一个荣誉的什么证书啊？卫生品。卫生安全的安全品，你们这里名字叫樱木花道内湾咖啡吗？对对，整个名称是这个，樱木花道内湾咖啡。香港的朋友来到这边内湾，一定要来你这里喝咖啡，上面很有味道，上面那个对着那个原始的树林那样。在尖沙咀住十二年，在香港尖沙咀住了十二年，什么年代？尖东啊，系啊，识讲，你识讲广东话？识讲少少啊，点子少少啊。哪个年代在那里住了十二年那么久啊？1989年。八九到什么时候啊？1989到2001年回来。八九到2001年，2001年，哇，那是香港最好的时光，都给你在那里享受了。没有错，2000年以后香港就不好。对，所以你那很聪明，你就回来了。我住尖东，我住啊，富豪酒店楼上办公大楼，就是我的办公大楼，我的 office 在那。哇，那要多少钱啊？租金好贵啊。很贵。我办公室在那边，可是我住黄埔花园。哦，黄埔花园。黄埔花园。红磡那边。对对对。哦，那很近啊，那边很近啊。对。对啊，开车一下子就到。家人后段开的。为什么你会在香港那么11年那么久呢？我在那边住了一段时间。对啊，有生意在那边。没有。在那边做生意啊。对啊，做生意嘛，对啊。还有在深圳也住过一阵子，那所以我在那边可能还是小孩子。哪里？八九年，八九年，不小了，唔止啊，唔细啦。原来我哋嘅香港嘅朋友曾经一齐香港住过嘅，咁啊，住好耐啊，十一年。然后你的工作室在那边吗？啊，对对。可以参观一下吗？是你的画啊？可能很凌乱吧。没事没事，哎，这外面也是你的哦。对对。哇，这里面积很大哦。这里面看的每一间房子都是我画图盖的。这些啊？每一间都是你画图。我画 sketch 画。自己亲自画图盖的，哇！大家看看这里，多棒的地方！很棒很棒。全玻璃透明的，这里整个房子都是。啊，看看这外面还有很多很大的地方，露天在这里可以坐。上面还有，哇，这个咖啡茶座，在我在台湾这边看到算是比较大的。下面还有，哇，很棒。这里是哪里啊？这里叫做，刚才也介绍了一下了，樱木花道咖啡茶座。我们这里是内湾，在内湾，新竹的内湾，大家看一下这里外面，哇，好多蓝猫，妈咪。